哎，Hello，你好，我们这里是马家多少部落桃花源，欢迎你们来看我们的樱花。目前我们樱花还不多，没几棵，但是有的是很漂亮，可以抽空来看一看，走一走，呼吸新鲜的空气。这边也可以看到正对面的景步山、雾头山，风景很优美啊，各位朋友，我们这边的樱花分好几种，目前这棵长得最快最漂亮，它种了将近30年了。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花怎么那么特别那么漂亮，这个到底是什么樱？跟他讲说，樱花很多种，有吉野樱啦、山野樱啦，偏偏我就跟他讲说，这是卢卡族，这个叫柯美樱哦。他们很信以为这是这个是柯美樱，他们一直念柯美樱柯美樱。我们的柯美樱在那边在看那个纯斑樱，目前纯斑樱还小。Hello， 阿娜达，嗨，那叫什么樱？柯美樱，哎，我有。我就这样跟他们开玩笑，因为这边我们山上就是要释放，要开放，所以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花，谢谢。我刚刚去上小号，小姐家叫勇士区。为什么叫勇士区呢？男生要男生要放松，要放松，释放，释放，还有呢，也有自信哦，要抬头。对，这是台湾族的勇士。台湾族的什么？不是，我的那个阿娜达很可爱，因为他取那个取金步山下有雾台哦。他就去舞台练到一个胖胖妞，然后他又是卢凯族，他做的这个卢凯玉呢，有桃花有百合，然后因为卢凯族比较喜欢鲜艳的颜色，所以他用的那个颜色是比较鲜艳的。那台湾玉呢，台湾族的颜色呢就比较暗一点，颜色就是比较暗，你看有差，喜欢暗暗的颜色，然后这卢凯族就亮亮的红黄绿。这是督察部落桃花源，很多人觉得我们督察部落有点很严肃的感觉，可是因为这个地名叫做督察部落，所以才叫做督察部落。那我们的位置呢，在这30几公顷，就是大家所谓的桃花源。这边有督察部落，有猎人，有卡拉达人。那我们希望这边整片大家都成为一家人，跟我们都是互相辅助的。这样，那我们也欢迎亲爱的朋友，我们自己的家人，也可以常常来到这里，可以散散心、休闲啊，发呆也可以啊。就你看那么多的椅子，还有我们的总部，我们有很好的 OPK， 我的阿娜达会帮我们准备喝咖啡，这样子。哎，老公来了，这就是我的阿娜达。这男的，这是独一无二的，最温柔、最优秀的男人。OPK。就是 once OK， 不行就 PK， 还好都不用 PK， 凡是 OK。你念一次我就比较哭多情，然后写意也跟恋情多，都查不落桃花源，群山花豹，我还有美丽。理性桃花不在同科春夜春台路也吹起吹起吹起掌空气处孤独农场健康吃咖啡烤肉千里香人们千里皆进出热情欢迎来做会有那么厉害弟兄姐妹们，大家永远祝福你事业成长、事业营销、健康美满。